久没打了。哎、欸，上次那个体育，哎、欸，上次是好像应该是好几个礼拜以前，好几个礼拜以前，不是来打这里，我忘记是礼拜。对，现在也是打其他的其他的场吧，就是在台北。台北体育馆，我通常来打，以前有打过那个林育人的，林育人，可是我现在都是打打你的，因为我通常有时候礼拜一、礼拜三会去打。会被打起来对啊，我觉得打的时候就是混着打，不一定要打到那种程度很强的，这样还才有的休息，我最容易受伤。我最近受伤人太多了，我说能不要一直打太多激烈。不过我发现我们那个大运动都打来打去都是那些练的。然后一样奸诈凶狠，都不会受伤。年纪也跟我差不多，也是五六十岁，但也有年轻人。不能被录到声音，听到奸诈。Thank you.